你会谁的亲师伯？后池已经在玄天殿认下所有罪行。父神免去了对你的责罚，你不需要回北海面壁思过了。什么？后池呢？他自降神罚，被放逐神隐山百年。只要博玄还有一线希望，那这所有的一切，我愿意承受。倘若有一天，博玄醒来了，但他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他，你也不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千古绝尘》。